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25年前迪迦奥特曼与初代奥特曼初次交汇的画面。时光回到25年后的现在，被称为新时代迪迦的特利迦奥特曼再次与初代奥特曼交汇，我想这一刻也算致敬前辈吧。不仅仅如此，他们的人间体也进行了交汇。早田与剑悟交汇的瞬间，让我想起了那个男人。一直被传递，从未停止过。